Je suis tout ce qui est, tout ce qui a été, tout ce qui sera. Or, l'univers ne se présentait à ces païens que sous l'aspect d'une cause très puissante. Si la cour s'intéresse à votre personne, alors le pays de Tombes aura ses entrées à Versailles. C'est le bel esprit qui ouvre les portes. Courtisan de naissance. On peut naître dans une écurie sans se croire cheval. Vous avez changé. On dirait que cette comédie vous plaît. Vous deviendrez comme eux. La visite de Sa Majesté est l'épreuve suprême. Il faut que tout soit parfait. Mais tout sera parfait, mon prince. Le maître des festivités, va-t-elle? Il faut une nouvelle serviette à Madame de Courbes. Comme c'est beau. Ingénieux. Va-t-elle, vous êtes un homme remarquable. Vous nous avez régalé de saveurs inoubliables. Chut. Quel pouvoir avez-vous? Celui de créer, celui d'étonner.大家好，刚刚我们看了四段非常经典的法国电影片段，其中呀非常明显的呢，在《绝代艳后》的烟花镜头和《欲望巴黎》的片头呀，都是拍摄的马恩河畔上镇城堡。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座被称为“卓越花园”称号的精致城堡。马恩河畔上镇城堡一共接待拍摄了80多部电影、电视剧以及纪录片，被誉为最受电影青睐的城堡。 从18世纪初开始修建的马恩河畔上镇城堡呢，是法国众多城堡中最漂亮的之一。城堡位于巴黎东部近郊的马恩河畔上镇。这座城堡不大，也可以说呢并不起眼，但是珠宝合适的庭院却十分引人注目，是巴黎近郊最清静的一座法式园林，也是典型的休闲别墅。 我们今天呀，大概的介绍一下城堡的历史，以及与城堡有关的名人、建筑师和园林师。马恩河畔上镇城堡呢，曾经归属于孔蒂王妃、拉法耶尔公爵和蓬帕杜侯爵夫人，接待过许多著名的客人。城堡的建造呢，在1703至1606年间，由建筑师皮尔·布勒特和他的儿子布勒特德·尚普兰为路易十四的两位财政官夏尔·雷阿诺以及保罗·普瓦松而建。建筑师皮尔·布勒特是弗朗索瓦·布隆代尔的学生，他设计过今天巴黎三区重要的地标圣马丁门。当时呢，是为了纪念路易十四带来银河以及弗朗什孔代的胜利。城堡的占地面积呢是85公顷。 花园结合了法式与英式的设计，设计师呢是由安德烈·勒诺特的外孙克罗德·德斯格特设计。他最出名的设计还有一处在荷兰华丽的罗宫，有着荷兰凡尔赛之称，那里的花圃被修剪出各种绝妙的图案，极其赏心悦目。罗宫曾经还是荷兰皇室的度假寝宫。 里面浓郁着贵族气息。当然，克罗德·德斯格特跟着祖父也参与设计了上帝一城堡、杜勒利花园、圣克鲁皇家领地、索镇花园等等今天的著名景点。马恩河畔上镇城堡这座严谨完美的庭院，是克罗德·德斯格特的杰作。城堡园林以最完美的几何形而建，展现出十分壮丽的景观。 它在富有节奏的空间中明媚地阳光下，瑰丽的花圃中，水光幻影的喷泉以及郁郁葱葱的森林包围中，静静地等待着，并且呢，获得了法国文化部创建的国家级卓越花园的称号。1895年，巴黎金融界非常有实力的代表人物路易·卡恩·德安福斯伯爵购买了这里，聘请建筑师华特·安德鲁操办。 花巨资修复了这座庄园和城堡，华特·安德鲁呢也因为重塑了巴黎克里永酒店而成名。在美好时代期间，城堡被打造成最著名的接待场所，让城堡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中拥有盛名。1959年起，
戴高乐将军将城堡庄园作为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对法国访问时的住所。城堡内部呢也进行了全面的修复。十多年来，戴高乐将军在这里接待了许多客人，主要是一些刚刚独立并且讲法语的非洲国家。1971年，这里结束了接待任务，城堡呢被分配给文化部，随后文化部再次将城堡对外开放。可以说，城堡几任主人管理并且维护得非常好，花园也都被修剪得一丝不苟，也难怪有这么多电影选景在此。我每次访问这里都会感叹这精致的法式生活像是在电影中一般。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